诸位家人，大家好。昨天院长特别将老人家好学精进的榜样来勉励所有的家人。善知识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了成就我们的，都是为了帮助我们了脱生死轮回，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的。我们看到老人家的好学、精进，我们感受到慈悲为本，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给我们表演如华严经上说的勇猛精进，度一切众生出生死海。所以老人家90岁左右啊，还讲经一天4个小时，从85岁开始讲大经解、大经科注，一年呢讲1200个小时。院长那些年呢都是守候在老人家身边的，看得到的是一天讲经4个小时，事实上还接待很多重要的因缘客人，那一天加起来啊，那可能都翻倍了。所以这么大的年纪，这么精进，这么勇猛，我们得看懂老人家的表法，也要听懂老人家的教诲。那看懂了，我们也要效法，不为自己，为佛法，为众生，不懈怠，勿使一秒钟空过，勿使一句话空说。我们有缘跟着老人家学习，这个是大因缘呢。《法华经》说的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因缘当中最重大的，所以叫大因缘呢。所以佛经每一个字我们不能轻易划过了。为什么是大因缘呢？所谓化导令得见佛，他引导我们了，善巧方便了，让我们能够恢复本性明心见性。所以善知识是我们修学最重要的真上缘。可是善知识师父上人他在给我们演什么？
他在帮我们放下哪些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呢？老人家说的，感情的污染最严重的就是自私自利。所以老人家表演无私无我啊，这是我们在长劫的轮回当中遇到能够帮我们当身成佛的大善之事啊。我们遇到的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次，我们可不能糟蹋了这样的因缘，我们要牢牢的抓住啊，跟着老人家了脱生死啊，往生西方做佛，不辜负他老人家这一生，乃至于啊，生生世世对我们的守护。我们要看懂，看懂了，依教奉行啊；听懂了，也要依教奉行。尤其啊，佛法强调的是领悟啊，是艺术化的教学。意在言外啊，不是知识性的灌输啊。知识性的灌输，即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了。所以佛门的手段呢，常常用艺术的方法，比方四大菩萨。老人家开解四大菩萨，就是在启发我们。师父说，首先要学习地藏王菩萨。地藏，地藏，他的菩萨法号啊，就是在启发我们的心地宝藏，开发我们心地的宝藏，首先要效法地藏王菩萨。师父上人说，菩萨表修德，佛表性德。佛的性德是我们本有的，但师父说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所以我们现在得效法四大菩萨，所以我们修大乘佛法，我们自己就要做四大菩萨。而地藏菩萨的表法，孝亲尊师啊。我们看地藏经啊，婆罗门女那种对母亲的孝敬啊，请集家产为母亲做功德，怕母亲堕落啊，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像前啊，那种思慕啊，那种自孝啊，渴求能够知道母亲的去处啊，感得啊觉华定自在王如来来慈悲摄受啊，然后请他不要担忧，先回去啊，只要持念他的名号，就能知道他母亲的去处。他用至孝的心呢，念了一日一夜，他就证了理一心不乱了。这是至孝啊。而地藏经里面，地
这个释迦牟尼佛多次啊摩地藏菩萨顶，然后呢把佛灭度之后到弥勒佛来这个之间度化众生的重责大任呢交给了地藏王菩萨，这是尊师啊。而我们要看懂地藏菩萨这个表法，就像《无量寿经》上说的，护主汝等做大守护啊，唯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五趣啊，这是为众生啊。当孝于佛，常念施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啊，这为正法的久住啊。所以今天我们见到老人家示己，我一样，我们这个孝敬的心啊，要借由这个因缘发出来啊，借由我们的发愿，借由我们的依教奉行啊，请老人家久住世间呢。我们看老人家弘法60多年，多少重要的因缘呢，都是他老人家的智慧威德，我们得珍惜老人家一生的奉献，我们得跟他老人家同心同愿，同行啊，将老人家一生这些重要的理念能够推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啊，让老人家非常的欣慰啊，因为有弟子愿意跟着他同台演出啊，而老人家教诲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做出榜样来，老人家一生都在做榜样，学释迦牟尼佛可以学得成，讲经一生不中断，这条路走通了，老人家做榜样啊。那我们弟子，我们在家敦伦敬奋，每个角色做榜样，我们所在的团体企业团队，我们也做和和的榜样，以至于在弘法立身上，我们也效法老人家讲经不中断，来给世间人做好样子，因为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假如没有榜样啊，大众很难有信心，他没有信心呢，他就不可能学了。所以我们真干真做榜样，老人家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一定会护持我们，把这个弘法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我们现在开始好好念佛，把我们孝亲尊师的真心啊，透过佛号念出来。我们开始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弥陀佛，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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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陀佛。
陀佛，阿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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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陀佛。